想成为一名航天员，首先要满足一些基础的检查。当年和我们一起参加第一批航天员挑选的战友就超过1500多人，检查结束后就只剩下了800多人。除此之外，还要对候选人进行身体素质、心理素质等40多项检查。如果这些检查呢都通过了，那么就恭喜你正式成为一名预备航天员。比如啊，我们有一个大类叫做救生与生存的训练，飞船从太空返回地球时不能准确地降落到预定的着陆点怎么办？那我们就要学会自救。另外呢，在天上生病了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学会急救。开着灯练熟了，就把灯关了，摸黑的练，练到所有的动作都成为肌肉的记忆。现在呢，每次任务都要出舱，因此这也是我们训练的重点之一。你像这个低压舱训练，这是风险性比较高的，因为我们这个舱里边的环境抽成了真空，除了常规的出舱训练程序外，还会进行针对特殊情况的训练，对我们要求很高。其实最苦最累的训练呢是水槽训练，我们在水槽中模拟太空失重环境啊，我们的水下训练服也很重，大概有200多公斤，穿着水下训练服，脸上流了汗，身上哪里疼了哪里痒了那都得忍着，